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h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有一居三期，有一个三房单位要介绍，我们现在一起看看。有一居三期第30至33座，一梯有三伙，主要提供三房连工人房的单位。今天我介绍这个单位实用面积是771尺，它在32座的高层 B 室。饭客厅呢就是呈长方形的，望到呢就是又一居远楼景一带。全屋单位没有走廊，而家我哋望紧嘅呢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间。之后就望下主人房啦，佢有两边窗，而主人房呢就可以放到三边落床同埋一个大衣柜。单位另外一边就是两间客房，这间客房呢大一点的，它有两个窗。这间客房面积是最小的，而浴室呢就是放在两间客房中间。厨房配备了基本的设施，预留了洗衣机和雪柜位。厨房里面呢就有个工人房，有它自己休息的地方。多谢晒大家睇我呢条片，如果中意嘅话就记得留言、赞好、分享同订阅我嘅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